就因为你个扫把星，我妈才没的。不是，你给我好好说话，嘴巴放干净点。自从你来我们家，我们就没有一天消停过，没有一天好日子过。你个扫把星，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？我怎么不明白啊？他平时不来，咱妈一有病他就来，还拿走保险赔了200万。那是你妈自愿给我的。还有，从开始到现在是你妈在难为我，能听明白不？我不管，赶紧把钱给我，快点的。哼。你以为我想要那钱啊？那给你。哎，你就没事找事儿。天浩，你去哪儿？天浩，喂，出事了，我去你家有人搬东西。啥？对了，那200万你真还回去了？对啊，那钱毕竟是他妈留给他们的，我拿着又算怎么回事？正好趁刚才吵架又给他们。我说你呀，就是心太善。哎，走吧，别说那么多废话了。不是，把东西给我放下，谁让你们搬的？哎，这不天浩哥吗？彩礼拿不出来那小子。你们谁呀？搬我家东西干嘛？欠钱不还，奉命前来搬东西。我压根就不认识你们，我欠你们什么钱？你欠我大哥的。你大哥谁呀？来，看我叫你干嘛。行了，都别搬了。不是你们怎么在这儿？不是你们叫来的？不是我。我叫来的。你真是个小可爱，好好说话，我欠你什么钱？欠我妈走的时候给了你200万。200万刚才是不是已经给你了？对呀、啊，但还有一份遗产呢，据说也在你这儿。不是，你能不能不要在无理取闹了？我，哎，你笑什么？现在立刻把遗产他妈给我拿出来！你给我听好了，你妈病的时候刚才给我，我没要。不信你问你姐，当时她在整。还有，生病的时候你为什么没去医院呢？啊，怕承担医药费啊？你真他妈是个好儿子。不是天浩，我不知道啊，我就看着我妈把东西都给你了。我真让你俩逗笑了，我上辈子是不是欠你家的啊？赶紧拿出来！我说的东西不在我这儿，200万已经给你了，我现在不欠你家任何东西，能听明白不？天浩，你要在你这儿，赶紧拿出来吧，我要留着咱俩以后用的。赶紧拿出来！我说了，东西不在我这儿，你爱信不信？你是真犟啊！你这辈子他妈也就这样了。你说话注意点，别像没教养似的啊！怎么的？还想教育我呀？来啊！手机帮我拿来。你干什么？你敢打我？这是替你妈打的。还有东西不在我这儿，这回能听明白不了？听不明白？我今天要见不到遗产，我就把东西都搬走。搬，给我搬，快搬！我搬。明明就让他们搬了，哥。你不找是这个吗？不是，东西怎么在你这儿？终于找到了。这个怎么在你这儿？说。那天我看我哥去了医院，我就跟着去了。你妈把遗产给了我哥，他没要。然后第二天我去查了一下，这遗产是真的。这房子是2年前买的，还值500万、啊，但是现在还有200万贷款没还。什么？我爱谁要谁要啊！走走走走，快快快走！走走走走。怂货！哎，没嘛，是你妈留给你的。但是还有200万，这怎么办？没有200万没还，你听你弟的。